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韭菜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公园里边，之前又发现了他这儿种的是韭菜，但是因为这边人不吃韭菜嘛，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东西可以吃。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韭菜，不是黄的这个，是这边这个。我可以看到，这是公园里边用来绿化的，开紫色这个花，这个其实都是韭菜。可以看到，这已经结籽了，这开花了，这是它结的籽儿。我之前种了两次没种成功嘛，然后这一次公园里边绿化的，我在其他地方也见过，但是没有这个公园里边那么多。它这边就是，他们自己是不吃的这个，我们嘛就说你这韭菜嘛，割了一掌长的，它每年都长。它也知道那个用的是滴灌，然后黄的这个黄颜色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花。这韭菜我自己之前种过，没种出来，就不知道是我具体哪儿操作不对，还是说季节不对。但是这公园里边用来种绿化用，这边这串紫色这个都是，这些都是韭菜，这边人又不吃。那边也是一样的，那边也是一样的，他种了两排，他是靠搭配的，可以看到这个花是怎么搭配的。然后这是紫色的韭菜，黄色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花，这个到这个季节每年都开花的，挺漂亮的。这边是紫色，然后到这个，然后到那边又是大致上是一样的，但是中间可能插了一个红色的那个什么花吧。好了，这就是韭菜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花是这样的，果子是这样的，种子是这样的，这个是熟了以后的种子是这样的。韭菜不吃，那个绿化用。好了，下次再见，各位朋友。